青风彩创业颁奖典礼2011已圆满结束，多谢各赞助商鼎力支持，即刻候选人积极参与，并热烈恭贺各成功创业得奖者。青风彩的节目，我记得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。It's my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help, to give back to society. 那就要对个人来讲呢，我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太太。So, thank you so much. 祝愿各创业者成功路上再展风采。